就是说热爱这一片土地呀、啊，对，希望它可以有好的一个发展，对。那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希望我们这个好的选举，然后龙年一定要做到所有人和乐融融，对，这个是我最期盼的啦，对呀、啊。好像没有缺席过这种投票我的没经有验，缺席对过呀、啊，对呀、啊，再辛苦都要投票，都没睡啊。Kit 啊。跟坤达，坤达，我说你不要回去，不，他说姐，我要回去，我家在天母啊。我说哦，那赶快回去排队，赶快去投票，这样，对呀、啊，哦，现在没睡，昨天几点？啊，几点睡觉？没有，我们今天红眼班机，2点，然后飞到大概是6点半，6点半，然后开车回来，然后。就准备来投票了，这那现在样，选举人在哪里？我们在马来西亚，在新山，对，新山，大然马后到新加坡，在那个johor bahru，然后到那个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再飞回来。对，新山因为是我的老地方，我有一个那个我们海豚吸尘器的组装厂就在那里。对啊，我现在就做生意比较多了，看情况随时都可以离场，因为飞得多高不重要，降落才是学问。对，我降落喽！那个怎么没有带露西派一起来投？露西派他是他的户籍，哎，他在这边嘛，还是在敦南，敦南，在我们老家那一边，这样。Sandy 也是在敦南吗？Sandy 在敦南，对对对。那因为那一边对我来讲，其实这里内湖很棒，对，这边很多都是工业宅嘛，对不对？很多都你的房子吧？还蛮多的，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来住这边？然后这边那个刚好，哎，市长可能也有在听嘛，市长，把这一区全部变成住宅使用，这里没有半根烟囱，法令永远跟不上嘛。对啊，那一天这个录那个，哎，我们录什么忘记了？录大热门的那个特别节目嘛，还有遇到蒋市长，还有跟他请愿说，这一区全部，这里谁在当工业啊？对啊，那你那就是很愚蠢嘛。那你如果是那个如果是纯住宅的话，这边就是很棒。对，这里我都比，我觉得，你看我都不回去敦化南路那边住，这边比较 OK。所以像类似上啊，点点滴滴啊，那地方的改变，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国家有国家的一个改变，我们好好努力，让台湾更好，好吧？看他们这个三组人马很热闹嘛，对不对？虽然我已经有那个答案了。选完再给你们看，好吧？锦囊妙计已经写好了，写在里面了。只有我身边很 close、很 close 的人才会知道说，天哪，他怎么可能会知道这种东西？到时候再给你们分享，好吧？那是跟下午的时候会跟可能儿子女儿一起看开票节目那是一定要的啊，不是一堆朋友，对。又在你家吗？还是？就不能跟你讲啊，差一点讲的，就是跟看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啊。那所有人在那里等着那个看开票，这样，对，希望大家多参与。然后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嘛，现在是89，然后等一下更温暖一点，一些那个叔叔伯伯都出来投票，年轻人也通通出来投票。我预计今年的一个投票率有机会75%，对。那总票数1900多万嘛，的75%大概1500万左右啊、哦，对我都很了解的，他考那个跟那个内容的考不倒的。不会啊，这个对啊，要多爱护他们嘛，不管是谁当选，我们就支持谁，这个我由来都是这样，对啊，身为一个艺人，对不对？这个商人无国籍嘛，艺人无党籍，对，我们尽好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应该要尽的责任就 OK 了，那今天可能会
没有跟儿子女儿一起来投票？不会，他们都大了，给他们自己对啊，自己去投的。这一份要带回家看的是吧？啊，是吗？宪哥之前没有先研究过。不用啊。我的证件都比他们好，他们我干嘛看他们的啦？对啊，以后他们当选以后，我给他们建议，然后希望他可以为我们大家多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这样哈、哦，好吧，你们辛苦了，嗯。这个是刚搭飞机。对啊，刚下飞机，对，就6:30到，然后就赶回来，随便穿的衣服，然后就过来投票这样，对啊。不会冷吗？不会冷啊，怎么会冷？对啊，身体好的要命，什么都没有，但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现在开始要把自己练成那个刘畊宏那样。对，我只要2个礼拜，我就可以像他一样的 muscle。游泳校队嘛，那个高中的时候游泳校队，所以啊，很猛。好了。那你可以回去补眠了哈，好 ，OK， 谢谢宪哥，谢谢，好。